新冠疫情美军土地他编辑住疫情平等对边山乡的碰公村还有陕西村准封村三年了年代安算进步而改封不过边山乡还有边辽乡最近都有传出扩建改案评论战前副创部开了专家咨询会议基本日对碰公了陕西两家村进行全村的清洁消毒提倡民众要持续的做好防治措施新冠德尔塔变异株工业屏东凤冈三义两村29号在一百进行大规模清扫，两个所在经过三日的大清扫，还有工期以后，原本29号路的开放，但系因为北片林沙、黄寮乡也出现了扩增个案，故所县政府28号安排台宣布再管制营业。等疫苗全施打完，明天一天无做嘛，无要紧啦。好，刚刚也听到啊，这些呢，我请两个村长逐一沟通店家，大家再等一天，把所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大家才能够在防疫的新生活。对于加强管制在延长营业，凤冈同三义村的村民表示，希望疫情做得在最短的时间里会结束。也建议虽然没一防偏，唔过还是小心过好。哎呀，我刚刚即使封村嘛，无所谓呢。今天啊，因为有一些那个进进出出的黑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了。其实我想，这种病毒应该是多严格几天是无所谓。嗯嗯嗯，用长痛不如短痛了哈。对呀、啊，而且小孩子都没办法打疫苗。哎，如果你稍微注意，就是很危险的事。嗯。屏东县政府28号安排头首开专家咨询会议，建议帮疗医院门诊急诊。为了两年持续关闭，太勤劳，全院的员工、病人同批评的家属进行 PCR 检测。除了原有的帮了骨手体检站以外，6月29号下注新增加使用东海骨手、水带了健行骨手两个三期体检站，帮了天气同纯影响，民众尊重的落叶体检。下届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